尊敬的这位师父、师兄，尊敬的这位大德居士，大家上午好，很开心能给大家带来最新一期的故事。每天都有新的惊喜，每天都有新的感动。回味起来，十多年，真的感受到学佛真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智慧的增长，我们所感召的人、事、物也越来越美好，身边的人都这个心念啊都纯净纯善，朋友当中自私自利的越来越少，同修当中发心救度众生的越来越多，真正的开心莫过于舍，真正的开心莫过于看到我们同修智慧的提升，生活的改变。前几日呢，有这么一位同修，也可以理解为病入膏肓。怎么了呢？啊，原来是啊，医院下了这个病危通知，也就是意味着他随时要面对死亡。又是一个棘手的案例啊。话说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谁都想救，关键呢，看你救了救不了，能救不能救，还要看有没有这个机缘救。不能乱来，不能胡来，要在因果的规则之内来帮忙处理。遇到这一类的大病急症，我们一般都会推荐赶紧放生，或者举办，或者协办莲花超度、佛光普度，来积累功德。没有功德的积累，我们也没有回天之力。经过我们管理员的劝化啊，对方可能愿意随喜或者举办莲花超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示了菩萨，看看哪些能查。结果呢，好像是附体啊，还是邪法可以查，还有生命花束可以查。既然能查啊，对方呢也非常着急的委托我们来查。病急乱投医嘛，对不对？家属的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，我们的亲人也曾得过病，我们自己可能也住过院。生病能治，没钱是一种概念。你有钱治不了，又是一种概念。大家想想是不是？你得了某种病，但是凑不够钱，治不了病，只能等死。这是我们的一种悲哀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这种悲哀不能归咎于国家，归咎于政府，归咎于社会。
前几天讲故事还给大家提到，凡事要反躬自省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没钱治病，根本的因在哪儿呢？在于自己啊，前世没修福啊，没有福报，财从何处来啊？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财从布施中来。你吝啬、小气，不愿意去帮助人，不愿意去布施，自然自己就会受到贫穷苦楚报。想想是不是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你有钱，但是治不了病。大家仔细想想，很多成功人士恰恰英年早逝，他们没钱吗？他们找不到一流的医疗条件吗？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，世界之大，任其畅游，结果怎么着？还是一命呜呼，撒手黄泉。我们现在社会鼓吹的是有钱则万能，非也。钱有干不成的事，尽管没钱又不行。钱货币它是一个中性的，我们有人称它是万恶之源，不见得。善与恶不是外在的相导致的，而是我们内在的心影响的。一把菜刀，您可以做菜又可以杀人，你说这把菜刀是善还是恶呀？这个善恶是要靠你这个人的心性和行为去外在体现的。大家拼命的追求成功，拼命的追求赚钱，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垮了，你需要多倍的付出。之前是用健康换金钱，之后呢是用金钱换健康，最后发现很多时候金钱换不来。能不能换得来，这其中有一个很重大的缘分，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善根福德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愿力。愿力大于业力啊，如果你发愿将这个身体在未来啊全部投入到为人民服务当中去，投入到救度众生的善行中去，真诚发愿就可以摆脱这个业报身，逐渐的康复起来。当然了，大部分人做不到这种真诚，那怎么办呢？哪怕一个小发心，我多多做莲花超度，多多举办佛光普渡，
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功德特别特别特别大呀。如果你独自在那边度众生，很可能无量劫也送不住这么多众生。而现在呢，自己找个场地，自己筹点款，自己找一些这个网上的地方呢，订一些半成品的元宝回来，找同学们呢帮忙叠一叠，找个时间约一下佛宝居管理员，积极的帮你指导。宝树呢又是义务呢帮大家主持法会，功德唾手可得。你的愿力呢极其容易实现。这位同修就是这样，我们继续查，一查附体不在，去哪了呢？暂时有事不在。菩萨告知呢，隔两天再查。我当时很着急啊，话说救人如救火，人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，怎么能隔两天再查呢？菩萨说这就是缘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。但是菩萨给我们宽心说，附体不是主因，于是我们继续查询此位同修的生命话术。生命话术就是一个人在灵界用来表述这个人在阳间的状态。这句话不太好理解，前曾经在故事当中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在之前的故事当中去找寻一下。如果大家还不知道，不想去找，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你两句。就是呢，在灵界有这么一种植物，它可能是花，也可能是树，当然花树的品种呢各不相同，它的生长状态呢也各不相同，生长环境呢也各不相同。这种状态会影射到我们人间，对应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生活状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应一朵花或者一棵树。如果生命即将终结，这棵树呢也就没有了，这个树呢也就枯萎。它是相互对应的。当我们查询这棵生命花树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生命花树破损非常厉害，菩萨直接告知就是生命即将消亡，完全和医院这种病危的状况相对应，人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。而灵界的生命花树呢有枯萎严重，受损严重，当时菩萨告知啊，修复难度异常的大，非常的难。工程量极大，如果及时修复，这位同修呢还有缘能跨过这个坎儿。
如果不及时呢，可真就像医院下的那张通知书一样，即将驾鹤西归。驾鹤西归都是一种祝福啊，我们要去西天极乐世界，可是有几人真正能到呢？大部分是堕往三途、恶鬼、地狱、畜生。还好对方一家人呢，可能之前听过老宋讲故事，相对呢比较信任老宋，于是呢马上委托来修复生命花束。委托之后我也很着急啊，当时天眼见证人都不在线，而菩萨呢又特别要求老宋呢不能破坏规则，什么规则呢？就是见证事情要以第三方见证人来做监督，不能老宋直接开天眼去查事情。这样才能公平、准确、客观地给出答案。查事情不可以，那修复可不可以呢？因为人家命悬一线呢，严格来说修复也不可以。但当时情况异常着急，老孙叩头祈请菩萨呢允准，在没有天眼见证人的情况下呢赶紧修复。修复之后呢，我们还必须遵守规则。什么规则呢？请天眼见证人再确认一遍修复完成了。其实老宋肯定知道修复完成了，这就是为了遵守这个规则。对于一个病危的老人，老宋心里边也没底，多长时间能恢复，有转机，说实话我们根本不敢打保票。但是结果呢却是异常令人兴奋，在修复之后约24小时，也就是24小时之内，这位同修呢看到了母亲的起色，或者家人呢看到这位老人的起，哎，身体有好转，就带老人做了一个血小板的检查，我也不知道是啥病啊，但是检查结果呢是脱离生命危险。于是乎家人很开心，将反馈结果呢发给我们的金星同修。不看不知道啊，一看吓一跳，原来啊这个老人的血小板指数当时是1。天儿啊，随时可能离开家人，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。修复之后不到24小时，血小板指数达到了27，39/27，当时只是1，
改变大不大？大呀。改变快不快呀？快呀。这也是老宋始料未及的。当时我急切地将这个反馈呢发到朋友圈，将喜悦与大家分享。看到了改变，家人自然就升起了信心嘛。如果说你三天两头的放生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让人家生信心啊？尽管我们知道有重业情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毕竟是凡人，是家人立马发心举办莲花超度，并委托我们的金星同修在广西富川帮忙。到时候呢，我告知主办人必须到场，或者他本人，或者他家人。干嘛呀？了业债，增福慧，做无微不施，延寿啊！留你的寿命干嘛呢？就是为了吃喝玩吗？非也。留下寿命，好好念佛，常行劝化，救度众生。以一个人的改变来救度一家人，以一家人的改变来救度一个族群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榜样，社会的发展需要榜样的力量。今天这个故事啊，最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就是遇到危重疾病，不要恐怖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了头。这时候可能你做大量的善事和发大心，才是最主要的。如果改变小，证明你发心还不够，发心还不真诚，还有疑惑，仅此而已。只要你真诚的发心，并且马上去做，一定会有改善。愿力大于业力，同时也是对这位同修呢再加一个祝托啊，祝福。现在呢，血小板恢复到27了，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大意啊？不能。你尽量发愿，不要吃肉，不要杀生，并能常行放生。尤其是这个阳春三月，鱼子大量上市，很多鱼类呢肚中都有子，救一等于救万，请您和您的家人行动起来，去帮助这些鱼类。造无微不至的因，得长寿之果。千万不能因为血小板指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啊，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就开始呢吃好吃的杀生去庆祝，或者呢喝一些龟啊蛇呀这些有灵性生命的这些肉食来补。以前曾经和大家分享过，如果一个人得了重病，吃了一些龟蛇甚至是甲鱼，
狗肉、牛肉，它救助的难度呢就会增加，甚至呢压根儿就没救了。像今年又包含鸡肉，因为太岁当值，这么恐怖，我们还不如干脆戒肉，吃它干嘛呢？素食一样清净，一样美味。好了，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吧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人人幸福，人人健康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也将此讲小故事的功德回向给诸位善知识，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朋友及一切众生。愿大家家庭幸福人人呢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。阿弥陀佛。